啊，肺癌的死亡率高吗？肺癌在我们国家和全世界发病率、死亡率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换句话说，肺癌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2018年，我们中国发布了癌症的最新数据，就是不管在城市、在农村，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在第一名。所以说，我们这个肺癌要进行一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减少我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时，我们的肺癌与吸烟有关系啊，那么我们应该提倡戒烟，尽早的戒烟，尽量的彻底的戒烟，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肺癌的死亡率和发病率。那在国家发布的2014年的这个肺癌的死亡率当中，中国的话，每一年大概要死亡200多万肺癌的这样一个患者，那其实是我们的肝癌、胃癌、结直肠癌。所以说，这个肺癌这个在整个恶性肿瘤当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排在第一名的。